师，重感双生。这个时间点是去上学了。小猫咪，我可不是小猫咪。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今天连上五节体育课。不对，下雨了。可是今天天气预报显示晴天呀。我怎么感觉只有操场这里下雨啊？这是要把我的体育课抹除掉吗？还是乖乖来上我的英语课吧。腥风盛抓，风刃咆哮。嗨，哎呦！真能跑！腥魂盛装，我带老师去医务室。这体委真不好当。老师有点不对劲呀，本来想引你们到教学楼，然后直接把你们送上去乌云端的。啊，还画了星念星辉，星影盛装，巨影萌王，干得漂亮，萌王！可呆瓜都不在呀，到底是谁让老师变成这样的？该不会是星念星辉控制了英语老师吧？总之，先把英语老师身上的星念星辉摘除再说。休想！不对劲，鲜血盛装，爱心兵役，超能意念，看来新长机器分身的程序被英语老师篡改了。我正在净化英语老师身上的黑暗能量。快小平，让我用时空穿梭上去云端。能量消耗太大了吗？我让巨影萌王把你们扔上去，但只能四个人。拜托你了。还是不够啊！还有我呢，无伤害风刃咆哮。我都要晕吐了，还无伤害？还是来迟了一步。这是啥？哈小浪他们去的地方是黑星安排的陷阱。什么？我们回秘密基地，打造一个小飞艇赶上他们。是柯小平，血之巨异兽柯小平。大家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但我们得马上进去找回星念星辉。有我在，这最后一枚星辉轻轻松松就能收集回来了。不过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飞艇和呱呱是同一个物种？呱呱语音开锁正确，这都行。